IG 啦，兄弟啦，不要啰嗦啦，赶快订阅七月半的频道啦。哦。然后在底下留言，不要抽奖。哈没错，不要怀疑，赶快订阅起来，然后我们要抽奖。抽。哦，因为这一周是我们刚好七月半的第100周，掌声鼓励。是不是100周了？总要办一些有趣的活动嘛。我们就先线上抽奖，好不好？啊，这礼拜就送出那个团员他最珍贵的礼物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然后马叔又送吉他，对不对？然后阿杰就送鼓棒，然后浩浩就送老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呢，最近出了这个桌历，好不好？直接就先线上抽奖，网路抽奖送一本啊。哇！但是不是就像线上抽完就没事了？好，我们要面交。哇！为了回馈我们七月半的粉丝们，见面，对，见面面交哦。大家想跟蔡桃贵面交啊？不管，所以我才送蔡桃贵，看会不会有人来哦。我们这礼拜的活动就是呢，快闪送礼物周啦。啊，我们就发一个限动，然后发文 ，IG 发文，然后说我们在哪里，看有没有人来。对，然后赶快来，然后来了找到我们的第一个，我们就送礼物面交给你。好，快闪就只这么一组，一组哈，线上。送一组，然后实体面交送一组，好不好？第一个我们会等多久啊？我不知道，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对啊，我们现在是下午时间3:40，我们发文了。好，3:40，我们几点有人来？我们等了三四个小时都没有人。差不多等我回去吃晚餐啊。现在3:40啊，然后这个还没通讯，然后还没下课，没关系，我们试看看，看多久会出现，好不好？看起来是没有，没什么人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后面的人应该要慎选地点，可能找人比较多的地方。要放在七月半哦，你不要发在个人频道哦，个人不算哦，好不好？就发七月半。好，我们看要等多久。哎，那种被路人认出来不算哦。路人认出来不算。要通关密，看到才来才算哦。过去10分钟，我以为大概10分钟就有人来了，太高估你自己。我没有，我觉得不要选到这种上课上班时间，根本没有人会来，大家都在上课。刚刚下面看到留言说什么上课啊，在上班啊，这个时间要逼死谁啊？因为吃饭时间在台北火车站。我觉得后面呢，我就选那个人多的站，然后呢，吃饭时间晚上下班之后，要不然那个白天上学的时候比较多人，好不好？这种下午时段等好久。我们七月半没有去阿公阿嬷退休的粉丝吗？已经退休的那一种，都学生是不是？都上班族在等，然后再等，会不会等到2-3个小时都没有人呢？哎，真的很空旷，这个节日没有人，没有人。大家会不会以为你是骗人的？没有，不会。我们第一个就是吃亏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对啊。我们今天知道后面会比较好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吃亏一点，看要等多久。好。嗨，是那个是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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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哇！通关密，通关密。那个，我看一下。哎呦呦呦，是，不是路人吗？不是路人哦。我截图。我爱七月半。我爱七月半，我是七月半。哇，竟然还有这种竞争呢！哇，怎么办？他先来了吗？可是他先讲出来，猜拳，好了，好吧。哇，竟然要猜拳了，吓死我了！好石头，没关系。哎，好了，我们多送一本了，不要这样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多送，你留资料，然后我再寄给你，好不好？太感谢了。你这是看到来的吗？对，你做附近吗？对，附近。哇，感谢。我从新庄来的。怎么可能？新庄真的啊？十分钟怎么到这里？我刚去龙总，然后就刚好看到。感谢，耶，成功！耶，结束了。耶，比想象中快很多哎。我要待好几个小时。还好，大概16分钟之后就。有人来，而且是2个人来，有一个女生先到，然后抢了一下，忘了通关密语，抢起来哦！没想到那么快，16分钟活动成功了，好不好？但是没有参加到快闪活动没关系，赶快订阅起来哦！对，还有抽奖，对，线上我们会再送出一本哦。订阅七月半的频道，然后在底下留言，我们就要从下面留言抽出一位。好，我们期待后面4天，好，办这个快闪活动。我去哪里？我的记录16分钟。好，16分钟就来了，好不好？
三下午下午可以，感觉轻而易举，轻而易举啦。好啦，你不要那种尖峰时段，我收回我前面讲的话，你们就这种冷门时段来，嚣张，还是要挑蔡哥挑战半夜的。我觉得半夜反而还比较多人啊，会大无聊。对，十六分钟，十六分钟，不要小看七月半的粉丝，我爱七月半，粉丝7000万，谢谢。